相儿意外重伤，所幸有位前辈出手相助，他教我借物代行之术，将相儿的元灵转移到机关人身上。竟有这种事？所以是机关人有所损伤，需要修理吗？或许我可以帮忙看看。那位前辈被困在机关屋之中，我修复机关是为了把他放出来。哼，他手握修复身躯之法，把他放出来。 才能真正治好香儿。可是，阿兄其实是不信任他的。唉，他教我修复身躯之法，我开门放他出机关屋，我们既已谈好条件，那就是公平交易。之前两次交易，他也都信守承诺。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才会被关在机关屋里头，一关就是十几年。要是真放了出来。 子胥，你这是在玩火。我，也罢，眼下也只能如此了。放他出来的时候，我会在旁边看着。我与他之间并无约定，若是真有什么情况，我出手也不算毁约。